继续讲义简报的第三章，请大家一起读一读。慈禧投文曰：弟子常见僧俗念阿弥陀佛，如生西方，请和尚说得生彼否？愿为破疑。师言：事君善听，未能语说。世尊在舍卫城中说西方引化，经文分明，去此不远。若论上说，你数有十万八千，即身中十恶百邪，便是说远。说远为其下根，说近为其上智。人有两种，法无两般，迷悟有殊，见有迟疾。迷人念佛投生于彼，悟人自净其心，所以佛言：随其心净，即佛土净。是君东方人，但心净即无障；虽西方人，心不净亦有险。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好。咁呢度呢，鬼刺史呀又问六祖喇喎，对吧？弟子呀，学生呢，常见僧俗念阿弥陀佛，愿生西方。请和尚呢解释呀，得生彼否？愿为破疑。鬼刺史话，我哋常见到出家人同埋在家嘅居士呢，都念阿弥陀佛喎。他们都想去西方的乐世界净土那里去学佛修行，那就请和尚解释他们能不能够去得到呢？那六祖就答啦：使君善听，未能语说。那慧能就说啦，你就留心听了。那当年佛即是世尊啦，在舍卫城中说阿弥陀经呢，就在舍卫城那里讲这部无问自说的经呢，佛就说西方引化，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从娑婆世界引领化度娑婆世界的众生去西方极乐世界呢，经文就写得很清楚分明，去此不远。去此不远呢，我哋就所讲就係话信愿行具足啦，一念经呢就去到阿弥陀佛嘅地方啦，一心不乱啦，就会係得到佛菩萨嘅接引啦。若论上说啦，从一个事上嚟讲呢，理数有十万八千。其实呢个十万八千呢，喺呢度呢就有啲净土嘅行人呢就批评啦，点会有十万八千啊？明明阿弥陀经就讲嘛，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㗎嘛。喺呢一度嘅娑婆世界，我哋向西面嗰度呢要过十万亿嘅佛土喎。点解呢度讲十万八千啊咁样。所谓理数呢有十万八千，就係话形容系好长嘅路喎。好长好长嘅路喎。即身中啊，即系一啲凡夫啊，我哋自己本身嘅心行里面咧，有十恶八邪。十恶八邪嘅意思咧，其实就系同十善同埋八正道嘅对称，即系佢嘅相反。咁十恶咧就系杀生啦、偷盗啦、邪淫啦，呢种咧就系身三恶啦。语咧就系四恶啦，就系妄语啦。说一啲嘅方言啊，恶口啦，就话啲恶毒嘅语言啦，去诅咒啊、责骂人哋啦。两舌咧就系搬弄是非啦，耳语咧同正法正理唔相符嘅语言啦。咁咧呢四种咧叫做口四恶啦。咁样咧就系贪心啊、
嗔恨心啊，同埋愚痴心咧，就係、是、心嘅三惡貪嗔痴。咁呢一啲咧就為之十惡，十惡咧就有十萬里路，即係佢個比喻咁樣。咁樣之後嗰八邪，即係八千啦，八千係即係咩啊？就係、是、我哋嘅八邪啦。其實就八正道嘅相反啊嘛。所謂八邪咧，就係、是、邪見啦。不正確嘅見解同埋佢個知見啊，不正確嘅邪思咧，就係話不正確嘅思想啦，邪語咧，佢嘅語言啦，不正當、不正確嘅語言，邪業咧係指身業啦，即係殺盜淫啊。如果頭先講邪語嘅話咧，就之前嗰十惡裏面嘅妄語、惡口、兩舌同埋耳語啊嘛。如果讲呢个邪思咧，就系嗰个心啊嘛，讲个心啊嘛。咁如果你度讲翻呢个邪业咧，就系话专指啊，我哋嘅三业里边嘅身业，即系杀生啊、偷盗啊、邪淫相应嘅一啲嘅恶业，为之邪业。邪命咧就系话唔正当嘅谋生嘅方法，即系同杀盗淫相应嘅啲不正当嘅谋生技能同埋方法。邪精进啦，精进你就精进啦，但系用喺一啲堕落嘅方向，又系同杀盗淫妄相应嘅，做恶就好勤力，唔系喺善嗰方面去精进。邪念啦，又系同啦我哋嘅贪嗔痴慢疑相应嘅思维啦。邪定咧就系、是、咧，你又有定力啦，你又修定啦，亦都可能有神通啊，啲外道咁样，但系咧佢同正法唔相应嘅。咁所以咧，呢啲就叫做八邪啦。咁啊，睇翻上面嘅正文啦，就话嗱，理数咧，如果喺事上嚟讲咧，就有十万八千。咁喺呢度咧，六祖啊，只不过一个比喻啫。如果你话远咧，就真系几远嘅。点解话系远啊？就因为我哋啊凡夫啊，就有十恶八邪，即系头先所讲啊，呢啲咁嘅身心嘅恶行啊、思想啊、语言啊同埋行为。咁咧就系讲辩说事远啦，咁就系讲咧就好远啦。无论你系讲十万八千里，或者系十万亿嘅佛土咧，嚟嚟去去就系因为我哋嘅心行嘅问题，唔系个理数嘅问题，唔系长远嘅问题，唔系远近嘅问题。咁所以咧，佢后面啦就咁讲啦，说远为其下根。如果你话讲远嘅话咧，一啲普通嘅。冇福德嘅人咁样咧，为之下根啊！佢又唔系睇小人喎，因为你迷多唔少啊，或者你嘅功德你就冇一啲善法嘅功德系少，恶法嘅功德系多，咁就系话呢一种咧就叫做下根啦。咁佢真系好远啦，即系话你离西方极乐世界远，所谓同西方极乐世界系唔相应嗰种清净。而家先讲个因果先，唔好讲佛菩萨嘅愿力先。莲花九品啊，上品上生咧，必须系要断十恶同埋八邪。但系如果你个根基咧系好下根嘅，就要成啊佛菩萨嘅个本愿嘅能力啦。但系本身啊修净土嘅行人咧，你都要信愿行啊嘛，你都要具足啊嘛。喺阿弥陀经，佢根本上就系讲不可以小善根因缘得生彼国。所以就算我哋喺禅宗啊，佢系以自性嗰个角度去出发嚟讲咧，佢都系冇违背个经义噶。咁所以就话说远咧，就系话下根嘅人讲嘅；说近咧，就为其上智啦。有智慧嘅人，有智慧嘅人咧，即系话佢个心地啊，无论佢嘅思想、语言、行为啊，相对嚟讲比较清净。虽然佢未能够超凡入圣，但系佢同善法或者是正法相应的时候呢，咁呢呢啲呢就为之上智的人，有福德因缘的人，咁呢所以话呢佢就唔系好远啦，系近啦。人有两种法无呢就两般，人有两种系咩呀，就系话下根同埋上智咯。法无两般喎，即系佢嗰个正法道理呢系冇两样嘅。迷悟有殊嘅关系啊，所以咧见有迟滞啦。因为你迷时多，悟时少，
或者迷悟之间有所差别，有殊的意思就是差别。所以见呢，你见不见到佛啊，你明不明白到的道理呢，就有迟即是慢啦，疾即是快啦，就是速的意思啦。迷人念佛求生于彼，一般我哋嘅凡夫啊，迷多悟少啊嘅时候咧，念佛咧就系求生于彼啊，即系成日话我要离开呢个五种恶世啊，系好苦好惨啊，的确系嘅。对一般嘅迷人嚟讲，就话念佛求生于彼，悟人咧就自证其心啊。如果你有智慧嘅人，你明白呢个道理。所谓悟咧，就系话你觉悟到佛嘅用意啊，佢个本心嘅话咧，有智慧嘅人，有福德有智慧嘅人咧，佢咧就系首先嚟讲咧系自证其心。如果念佛求生于彼咧嘅时候咧，好多时咧就系要靠佛菩萨嘅愿力啊、愿行去加持啊、去接引咧，就话所谓嘅他力啦。但系咧禅宗咧喺呢度咧就话悟人自证其心，呢一种咧就靠自力为主啦。咁其实咧，无论是自力或者他力呢，其实就是都是一种的原理来的。但是最终呢都要去到西方的世界净土，都要自证自悟的。是自己要成就的。佛菩萨诸上善人是一种缘。最主要呢都是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福德因缘。有没有发菩提心啊，发个大慈悲心啊，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啊，有没有四宏誓愿这种的愿行呢，那呢先至系自己嘅功德，真实嘅功德。所以佛言啦，随其心静，即佛道静。咁佢呢度咧都系有个经证喺度嘅，好多嘅经论都系咁讲嘅。譬如话系《维摩诘经》啊，所谓心静则众生静，众生静则国土静。佛嘅净土咧，都系由佛菩萨啦，同埋众生啊所共同嘅业力就形成嘅。咁所以咧呢句咧就叫做随其心静，即佛土静啦。是君东方人，海智师你而家咧就系东方人啦。但心静即无罪啊，你个心清净，言语行为就自然会清净啦。咁咪净土咯。最主要咧就系个心静嘅时候，语言行为就自然会静啦，就自然会冇罪啦。呢个系个因果嘅关系啊，好明白啊。虽西方人心不正亦有显啊。咁如果你系西方人嘅话，即使你能够去到西方极乐世界净土，但系咧你个心不正喎，咁亦有显喎。嗱，呢个显嘅意思咧就系，其实就同罪一样，就系罪过同埋过失。心不正亦有显啦。咁你虽然去到西方嘅，咁但系如果你个心唔正嘅话，语言行为系唔正嘅话，咁你都有罪过同埋过失嘅。如果东方人造罪嗰时候呢，下根嘅人做咗罪，你係念佛求生西方嘅，但你要注意喎。要知道呢，西方极乐世界净土呢唔係一个避难所。如果我哋要求生西方，知道自己有好多嘅业障，有好多嘅过失，首先要忏悔喎，你有个惭愧心喎，皈依三宝受持五戒喎，要行善积德喎，要忏悔改过喎。知道自己是犯了过失的时候，首先你一定要忏悔先的。你不忏悔你不得清净。不得清净的时候呢，不是佛菩萨不慈悲，而是说你不清净的时候你有些障，你本身。成日都是忧悲苦恼啊，成日大吵大闹啊，一些不如意的时候呢，同贪嗔痴相应啊，就因为你自己本身的罪障未得清。所以要不断呢有个惭愧心，要反省忏悔改过。所以一切嘅嘢咧，都系要讲嘅因果嘅关系，自己要忏悔业障，修普贤十愿。东方人造罪啦，念佛求生西方嘅喎。如果西方人造罪嘅话咧，咁佢念佛求生边方啊？求生南方啊？北方啊？即系话你有罪，你唔忏悔，你唔改过嘅时候咧，你咪依然系要承受呢个因果嘅关系咯。你走到去天脚底，上穷碧落下黄泉都冇用，因缘果报咧系如影随形，跟住你走，陪着你走。所谓咧万般带不去，唯有业缠身。咁你做咗啲咩业咧？做咗啲恶业啊、不善业嗰时，就要自己要忏悔改过，行善积德，
將功補過，要面對佢、接受佢、處理佢、放下佢。呢啲咧就叫做老實念佛，或者叫做不二法門。